啊，宝宝起床了，咕咕嘎嘎。哇，他声音好可爱哦，咕咕嘎嘎，卖萌哎，但是长相还是不行啊，太丑了。哇哦，嘎呀阿牛，通风管开了。他被卡住了、啊，哎呦，又跑出来了，赶快进去啊！嗨，各位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Roblox 上的这款超级超级大巨婴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哇，那边有一只好大的泰迪啊，但这个泰迪眼睛怎么一个红点啊？是不是偷藏摄影机啊？好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。那个红外线消失了，冲啊，兄弟们！寒假快结束了，我们得尽快逃离这个地方啊！嘿，嘿，嚯！这个打开的方式真是简单暴力啊！哎呦，怎么已经听到那个宝宝笑声了、啊？出现啦，超级大宝宝 ，A.K.A. 进击的巨婴。前面有一个拳头啊，要等一下再过去啊。不然会被直接揍成一坨烂泥啊。 OK OK， 没问题。这飞机看起来稍微有点难跳哎。 OK OK， 还好嘛，简单啦。 Press button。 突然想起来，我房间以前也是这个蓝色的墙壁耶，好怀念啊。哎，我还是不懂哎，刚刚那地方怎么会跳不过啊？我老了是不是？双腿无力了是吧？这个叠叠乐我家之前也有哎、欸，超怀念的。哎呀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这样我怎么回去啊？啊，啊，这啥呀？是棉花糖还是棉花棒啊？我是有点看不懂了。哦，这边比较简单，趁机跟大家讲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这好像又有点难了。OK， 这里有个大炮哎，不知道是要怎样使用。哇哦，他直接把我发射出去啦！好啦，现在应该可以讲，刚刚就是要说，最近越来越多人加我好友了嘛。但是呢，我并没有时间去回 Roblox 的私讯啊，所以大家想要留言给我其实可以，可是我可能不会回啊，因为平常光是拍影片、剪影片。还有那个管理 YouTube 的平台就已经够忙了，何况我之后可能还会增加影片更新的频率啊，反正就是已经没有时间去回那个讯息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话，其实在 YT 留言就可以了，我可能还比较常会回，因为 YouTube 平台其实是我待时间最长的地方啊。行了行了，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怎么有一个奇怪的脸在下面啊？好恶心哦，躲在这边偷看呢。出去吧。好，我们到达宝宝的房间了。宝宝在里面睡觉啊。哎呦，腰虚哦，怎么突然爬起来啦？是说他打呼跟放屁的声音也太大了吧？有点扯哎，消化不良哦。啊，宝宝起床了，咕咕嘎嘎。哇，他声音好可爱哦，咕咕嘎嘎，卖萌哎，但是长相还是不行啊，太丑了。哎，他怎么好像越走越快啦？哇哦，嘎呀阿牛，通风管开了。哎，他被卡住了，动不了了吧？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大头症嘞？哎呦，又跑出来了，赶快进去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开始哭了、啊？一直哭哎、欸，不想理他啦，赶快走，好吵哦！我都走那么远了，还可以听到他声音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呀，他怎么在下面啊？哇！被他吃掉啦！哦，他到底有几个分身啊 ？Damn， 他还吃了一个熊娃娃呀，还有一堆玩具积木啊，难怪会消化不良。
他爸妈都没在顾哦。这又是什么？可以不要一直吃一些奇葩的东西吗？绕塞绕龟缸哎，无咖喱片。哎呀，时机不对。啊，来不及了吗？哦，还好啊，差一点点。快，赶快再到下一个。哎，球哎，哦哟，才正想要说球是不是不来的？赶快赶快，趁着空档赶快到最后的出口。对啦，看来我们已经到脊椎处啦，顺着这个骨架爬上去吧，直接上去打爆他的头。这又是哪里？输送胃酸的地方是吧？可以不要再乱讲了吗？前面有绿绿的气体啊，看来这就是脏器的所在位置啊。用这个来建造哦，要拿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滑水道的东西啊，来造桥啊。但由于我是一个超级懒惰的人啊，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回去拿的，我要用这同一根一直用一直用。怎样，很节省吧？非常的节省啊。喂 ，what？ 怎么掉下去啦？这样我怎么过啊？哇，过前面还这么顺利耶，还有噗嗤的声音哎，真的是他的胃酸啊。哎，对，这次不敢再皮了啊，直接拿两个啊，这样就不可能再掉下去了吧？嘿，这个洞，我想我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。那边地板好像有一片东西耶，他写这个是通往别的路啊，兄弟，你为什么在看这个呢？真说真的，直接转身吧，那边并不难。你在浪费你的时间看这个啊？哇，我们被作者给嘲讽了啊！但我猜这是一条密道，拜托是密道，不，我又回来了。乖乖听话吧，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啊！哇，怎么整个人变成一坨黄色的、啊、？Hello， 哇，看到那个巨婴啦！离他越来越近了、啊，该不会我们要跟这个巨大化的他战斗吧？这样怎么可能赢啊？随便一巴掌就把我们拍死了，他怎么突然变第一人称了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决一死战。拿起我的枪，哦，小只的、啊，还好是小只的，怎么有各种颜色啊？还有黑人宝宝哎，哇，看见他的爸妈生了很多啊，全部都长得跟他一样啊，各种颜色的，那怎么黑人宝宝这么少？怎么有的还会跳啊？生的超多的，我根本就来当保姆的吧。哎呦，他不见啦，上楼吧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阴谋啊。有个楼梯耶，这啥呀？一台车吗？哦，好诡异的感觉哦。看到我的雕像啦，但我怎么变一个小黄人啦、啊？哎呦，这台车是用他头做的、啊，也太恶了吧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请帮我按喜欢加订阅，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，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咯，拜拜。